你怎么了？想大便。我现在压你的肚子，你会抓吗？我杀你！你现在去大啊！我要回家大。一定要回家大？为什么？顺便洗澡。你有点累嘞。赶快你去大啦！不要啦！休息一下，等会有罗志祥大便的的实况转播。又到小可精彩预告时间，明天是 Coco 歌唱大赛，来宾是李宣荣、夏雨桐、巩柯允，还有张，什么？张馨予。最后听萧敬腾的 MV《阿飞的小蝴蝶》，拜拜。